弟才懂了。那么这样一来呀、啊，我们估计明年的人数一定超过一万人吧？啊，可能达到一万五千人。啊，我们有这么一个估计。啊，所以这个年呢、啊，越过越旺啊！啊，我跟诸位报告过了，我现在在新加坡。啊，每一年呢要过好多个年、啊、我们中国人过农历年啊，跟着外国人过阳历年，我跟着回教要过回教的年，跟印度人过印度的年，还过马来人的年，他们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过年呢都要请我做贵宾。我非常欢喜看到宗教种族融洽啊，团结，这是社会安定的力量啊！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人民幸福，这是诸佛菩萨的愿望啊！诸佛菩萨愿望要我们佛弟子去做到啊，去落实啊！佛弟子不肯做，诸佛菩萨的愿望啊，就会落空啊！啊，所以我跟其他宗教领导人常常谈话，神爱世人，没有说神爱他的信徒，神爱世人，世人里头不一定是你的信徒啊。你们做信徒的人啊，要把神的爱啊，要落实啊，要真正做到。为什么？你们的上帝的儿女，你们是上帝的代表人，我们佛门弟子是佛陀的代表人，佛家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要靠我们落实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发挥佛陀的慈悲，发挥上帝众神的爱心，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！哪里会有天灾人祸呢？不可能的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华藏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天堂，就是天元。关键在我们这个念头啊，这一转呢、啊，一念觉，众生成佛；一念迷，我们就堕落到恶道。